Today, I already know what I'm going to ask on. 1314. Do you want to marry me? 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以我爱黑社会节目出身的艺人郑敬欣，先前宣布与德国女友 AD 彩希热恋中，也在有美魔女封号的妈妈胡文英陪同下分享向家人出柜的过程。如今认爱一个半月，近20日郑敬欣开心宣布被女友求婚成功。郑敬欣甜蜜写下，520这天我想跟大家公布一个大秘密，2023年5月20日 AD 她单脚下跪跟我求婚了。虽然你不是第一个跟我求婚的，也不是交往最久的，但接下来我会用尽余生来爱你。他同时也晒出在猫空缆车被求婚的放闪照，大批网友看了也纷纷留言表示恭喜，要幸福哦。你可以跟我说一下现在几点吗？来，明天。明天1314。哦，浪漫。哦，你记得这个吗？嗯，我记得。好，你记得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带一张合照。现在此时此刻是1314520。那问你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要你一辈子。从当时到现在，我有一个秘密，他一直都非常期待你。对，你今天就要知道吗？现在520总算好，你打开它。他其实还有一个秘密，他还有一个秘密。对，我先看一下。哦，所以之前就有这概念吗？对。哦，之前就有隐藏，之前就放在里面吗？对啊。大声念出来哦。好，我要对着一级还是二级？这里。Today I already know what I'm going to ask on 520今天1314。Do you wanna marry me? 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爱你。你要嫁给我吗？我们要到下一个 station。我们要下车了。不提供上下车。没有。真的，你的 answer 是什么？你的 answer 是什么？快点。Yes, I do.Simona Gina Robert Gramont